十九章，子曰：“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？夫孝者，善尽人之志，善述人之事者也。春秋，修其祖庙，成其宗器，设其长衣，见其时时。宗庙之礼，所以是朝暮也；是爵，所以变贵贱也；是事，所以变贤也。与仇夏为上，所以待见也；夜毛，所以事迟也。见其位，行其礼，奏其任，敬其所尊，爱其所亲。视死如是生，视亡如是存，孝之至也。交涉之礼，所以是上帝也。宗庙之礼，所以似乎其先也。明乎交涉之礼，地常之义，治国其如是诸长乎？”